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启聪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，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。这个新闻呢，就是呢，这个雪州啊，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官职的分配的哈，貌似呢出了一些问题，一些纠纷啊，就是呢，这个西蒙跟这个巫统啊，好像呢在分配官职呢啊，谈不大拢啊。OK，就是呢。一开始呢，这个西蒙呢是给了20个这个市议员给这个巫统，但是这个巫统好像是不想要啊，他把这20个市议员的位置呢原封不动的还给了这个西蒙，然后呢反过来他说呢市议员我不要了啊，我要343个村长给我啊，OK，so 这个巫统呢。他这一个交换啊，其实是很不可思议的，还很荒谬啊！哈，为什么？啊，虽然说呢，这个市议员的位置呢，它的含金量呢是比村长高一点点，但也不会高太多了哈，高一点点啦，啊，但是呢，也不至于啊，你这20个市议员可以换343个村长吧？啊，这个没有道理吧？这个市议员跟村长的价值不可能相差这么远吧？啊，OK，所以老实说啊，就从这个数量上来看的话呢，啊，这个巫统是要的有点过分呐，啊，老实讲啦，OK，啊，你如果说了，你拿30个村长来换20个市议员还 OK 一点呐，300多个村长换20个市议员，就真的是你把这个市议员的分量看得太重了是吧？还是你把这个村长的分量看得太轻了啊？OK，其实是没有道理的事情了哈。然后呢，这个西蒙这方面呢，也很快的就回绝了这个巫统，说这个誓言呢，要你就拿去啊，但是你要换343个村长免谈啊，不可能太多了，胃口太大了啊。OK，so 老实说了，我刚才已经说了，就是呢，这个巫统的胃口的确是大了啊，你要用343个村长换20个誓言，这个胃口真的是太大了啊。OK，这个quantity 上数量上是不符合的啦，啊，OK，但是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巫统讲的道理啦，啊，巫统他口口声声是说，他说那些誓言呢都是在城市里面的。啊，我们巫统呢，拿城市的这个誓言来干嘛哈？这种城市选区全部都被你们这些西蒙包办了，我们巫统去打又不会赢了哈。然后呢，我们巫统要顾的应该是那些乡村嘛，尤其是马来乡村嘛，所以我们去拿那些马来乡村的村长343个，是不是合情合理哈？啊，理所当然哈，OK。其实巫统这个道理啊，其实没有错的，没有得反驳的哦。老实讲哦，哈，OK，现在你看我们这个政局了啊，当然这个城市依然是这个西蒙的菜了哈，OK。但是呢，说到这个乡村呢，这个乡村呢，可能呢这个西蒙打不下，巫统啊要搏。有些打得下，有些打不下，但是西蒙肯定打不下啊。然后绝大多数那种马来乡村呢，都是这个国盟的菜啊。OK，现在至少还是啦，到了下一届大选会不会，我是不知道啦啊。所以呢，巫统说呢，他要去照顾那些马来乡村，其实也说得通啦啊。但是呢，我还是说那句啦，道理是没有错，但是数量上相差太远了啊。拿20个市议员换343个村长，这个是太离谱了。好，换30个还差不多，OK，所以这件事情上呢，哈，我也不完全啊，只怪这一个巫统太过贪心啊。我只能说他的理由是很充分的，就是他要去照顾这马来甘榜啊，但就是数量上过分了。啊，这数量上应该要调整一下。所以呢，其实我觉得到最后呢，最合理的解决方案呢，就是呢，啊，这个巫统可以完全不要有誓言啊，然后他也可以完全只拿这个村长，但是数量上要调整一下，30个、40个、300个不可能，太夸张了啊。到最后应该要这样来分配啊。其实到了这个时间点上呢，这个西蒙跟巫统呢，其实是互惠互利啊，各取所需啊。啊，只能说互相都需要了啊。给、okay，其实现在是巫统需要西蒙多过西蒙需要巫统啊。讲讲呢，你看啊，巫统啊，
他现在如果去到马来西亚单打独斗的话，他一定输给国盟啊。OK， 然后呢，现在巫统呢唯一可以突围的地方呢，就是在那些混合选区啊，拿他原本一点点的马来票，再加上西盟的华人票 all in， 他才可以勉勉强强的赢。就好像在过去这个雪州选举里面啊，哈，巫统竞选十多个州选区，到最后只剩两个，有一个还是火箭给他的啊。OK， 所以现在巫统呢，啊，如果他没有西盟给他华人选票的话，他是直接破改了哈，直接输完了了。所以巫统更加需要西盟，而西盟也是需要这个巫统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如果西盟呢，他是没有巫统的话呢，啊，在马来人眼里呢，他就是一个完全没有马来人代表性的啊一个阵营啊。以前呢，西盟还有一个土团担当这个角色，后来土团呢出走过后呢，西盟就完全没有这个角色担当了啊。所以啊，你西盟啊，人家问你啊，你在马来人里面有代表性吗？啊，现在西盟可以很大声讲，哎，我们在马来人里面有代表性，巫统哦。啊 ，OK， 所以呢，这个巫统对于这个西盟来说呢，啊，它有一点点加分的因素，就是呢，那个巫统还仅存了十多二十多巴仙的那个马来人支持力啊，这是一个加分的因素。然后第二个更加重要的就是呢，西盟的马来人代表性就由这个巫统来担当了啊。Okay， 所以我说各取所需。所以呢，啊，虽然现在这个巫统跟西盟啊有在官职上有一些小小的纠纷啊，啊，但是到了最后呢，啊，我相信呢，大家呢还是要坐下来谈啊，还是要 friend 回的啊，因为呢各取所需啊，两边闹僵的话呢，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啊啊。现在我觉得呢，到最后了就是呢，啊，如这个巫统所说的，就是他们拿这个誓言来换这个啊村长，但是呢，这个村长的数目没有300多个这么夸张。好，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